班发200公子计时赛，幼童男子第一组第一名，陈玉彰化县圣保罗幼稚园陈玉伟。第二名宜兰县华伦溜冰委员会刘子凡。幼童女子精英组第一名，台中市南洋国小附幼张明云。看凳子声音好大、华伦溜冰委员会。第三名宜兰县华伦溜冰委员会。我他杨子欣都是同样用竹针跟红色轮子，然后轮子同样都会长，有怪声音，然后也会长，也会长会掉。子欣加油！他跑一千吗？他不是跑那个？他应该还有跑一千吧？1000又10000。子欣加油！